通缉犯于6月27日17时许驾驶休旅车，搭载两名女性友人出游，行经琼林乡文衡路时，被本所巡逻员警眼尖认出旅嫌现因案通缉中，遂示意旅嫌停车受检，为旅嫌却驾车加速逃逸离去，并于途中弃车逃跑，最后仍遭员警当场押至逮捕。经查，旅嫌除为新竹地检署发布之窃盗通缉犯外，当日所驾驶汽车也是非法侵占他人车辆而来，为躲避警方查缉，故将车辆悬挂他车号牌。此外，也查获同车友人范姓女子私有第二级毒品阿美他命，有关旅嫌违规悬挂他车号牌上路，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罚外，相关人员因通缉及涉犯毒品侵占的罪嫌，于讯后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呼吁，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极大，切勿因一时好奇轻易尝试，以免自毁前程。